大鹏，你说说你，你说我该怎么说你？你最近的工作的业绩是不是很差？你是不是拖了公司的后腿？刚才我在给员工开会，我不就是当着大家伙说了你几句吗？你就开始当众撕扯衣服。最重要的是，你撕扯完衣服之后，你还当众纹身。你说你这种行为，你说你是不是心理变态？老板，那古有岳飞刻字，今有我纹身，我不就是想激励一下自己吗？那你他妈纹我干啥？哎，老公，嗯，买饼干。啊，买这个。嗯。嗯，还行，进口的。嗯，这猪是散养的，听音乐长大的。哎，行，老婆，端这点。嗯。嗯，真皮的，意大利新款。但吃上去像是温州法呢，还行，没事，也便宜，买着吧。啊，嗯。欧阳兄，这一战我等了十年，十年过得真快。西门兄，你这十年练了什么好的掌法？当然是我们家祖传的八卦掌。欧阳兄，你又练了什么？哈哈哈八卦掌，我先让你三掌。你练这玩意儿干啥呀？这不扯犊子吗？你好，欢迎光临。你好。哎哎哎哎，处女座的，咱别搁这结了，走吧，走了，走走走走走，哎，别搁这结，